45岁刘恺威的近照，离婚之后风格大变，恐怕杨幂都不认识了。都说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厉害的女人，确实如此啊，像冯绍峰、黄晓明、李晨、张杰这几个一线男星都是靠老婆才越来越红的，而今天这位曾是最帅男神娶了圈内小12岁的当红花旦，如今45岁离婚后颜值大变样，他就是刘恺威。要说长相，刘恺威可是圈内的男神，而且小小年纪就才华横溢，当年以歌手身份出道的他还获得过歌唱冠军，但不管是唱歌还是后来转投演艺圈，什么大大小小的配角主角都演过，但却一直不温不火，直到后来遇到了小12岁的老婆杨幂，刘恺威才的事业才迎来了转机，从千山暮雪到千金女贼，在到去年热播的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。刘恺威一步步的成为了人气男星，获得了不少女粉丝的青睐，而当红花旦杨幂也是跟他日久生情，虽然两人相差了整整12岁，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他们，但结婚后两人非常的恩爱，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小糯米。虽然之后刘恺威和王鸥传过夜光门，但杨幂还是相信自己的老公，还时不时的秀恩爱。就在去年，两人突然宣布离婚，结束了这段6年的感情，这也让杨幂推上了风口浪尖。据说两人离婚是因为杨幂事业心太强，而刘恺威家里希望她退出娱乐圈，在家相夫教子，但对于一个女强人来说，或许事业才是她的全部吧。现在45岁的刘恺威自从离婚后颜值也是发生了大变，从一个帅小伙成了沧桑的大叔。好在还有一个女儿陪伴，让她不是很孤独，你们觉得呢？